Dio!덕임아! 아유, 쭈쭈니 뭐 기빙에 빌어봐. 我拄仔才转来啦。啊，我听高总裁讲哦，你这几年拢伫咧过啊，我真正足想你，那你身体好无？当然嘛好啊，当年我破病吼，你拢用迄食疗的方法甲调养，佮偷偷啊陪我养成运动的习惯，后来我身体就足好啊。这几年哦，佮伫咧国外，呾你飞来飞去做出身啦，脚手吼，拢练甲足有力的。哦，真是呢。真正足好，哎，讲话声嘛足有力，真感情哦，佮勤工勤工。讲嘛。哇，哎，你即摆看起来哦，比较早佫较少年，够水的啦。你是把我当作囡仔咧，真好看。是啊，啊，有足久无看到你，我好好看一下，我才放心啊。头家妈，来来来，你来帮我看卖，我这店卖安怎吼？你较有去过世面，你看我遮有甚物所在，佮头好改善的，嗯。哇，拢足好个呢！这店内底个感觉吼，都甲你同款啦，温暖佮高尚啦。啊，碧玉，你即摆事业有成啊，我看你是愈来愈水啊。你甲我讲，你敢还佮你等你迄个失踪个红婿？无啦，我已经偷偷放下，无在等啊啦。对啦。啊！你这么好，搁善良的查甫人哦！啊！你辛辛苦苦等一个袂转来厝的查甫人，连我都足唔甘的啦。安尼，你即马身躯边敢无人啊？啊，无啦！我即马两个囡仔拢大汉啊，伊嘛有家己的头路，要我操烦。我即马就伫无闲家己的事业安尼尔啦。安尼伊都有机会啊！阿妈，是嘞啊！啊，你回来，因为我咧开会啦，啊，无甲爸讲奈妹做伙去接你，真正是嘞。你工课较要紧啦，费力即马咱拢咧台湾啦，后摆吼要见面的时间真多。是讲之前啊，甲阿妈你相处的时间无多，啊，不过阿妈你了讲到家己的孙吼，咧关心我，后个机会我一定定定陪你。杨姐就要离开啊，伊安尼讲。应该是跟阿嬷相识啊！你若有感染阿嬷，带念过高，都要向同学表现，莫嘴讲我这样好听，最后伤人的心啊！翠松啊，你是在讲啥啊？阿杨姐是有做啥物哦？啊，无啦，阿嬷，爸是感觉杨姐最近较无闲，较无时间陪厝内底的人啊。你规年拢在国外走来走去啦，上无陪厝内人就是你家己。啊，不过即摆你会当想到这点也真好啦，你著为你家己做起，莫阁让人陪啊，好好啊踮伫厝内人身躯边。大嫂，敢有酒啊？我那想想要啉两杯啊。好啊，你要啉啥？我去摕。好。免免，免打，免插伊。你哦是几岁啊？妈，遐哩念两句啊，你又起性地哦。要啉哦，等代志结束才啉啦。什么代志？哎，你开门啊！阿妈，我来开。哦。你哦，你哪来？是头家妈叫我来啦。头家妈，我来。嘿，碧玉啊，来来来，阿妈看卖咧。哦，真水真水。碧玉，敢讲是阿妈？啊，你来约啊，约江小姐来啊。听讲你大家拢熟识碧玉啊，我今日吼，就想要甲我所有喜欢的人拢约来做伙吼，大家好啊开讲一下。说，你去别位坐，这你和票约坐。头家妈，免啦。我特别约你来的咧，就是想要甲你坐做伙好啊开讲。说，来，康姐，你坐。来来来。
你坐这，坐这。果然，这个江小姐就是杨姐的情妇。杨姐，阿玲哦，看起这紧张，江小姐你唔捌咯？我徛久看袂爽哦。来来来，阿姐，阿姐阿姐，好。迄个，这厝内底有其他的人，你拢熟悉啦，就只有这个人，你唔捌见过对吧？是啊，伊是我另外一个后生啦，细汉的弟弟，奈美的爸爸，伊叫世宗啦。这几年哦，拢伫咧国外做生意啦。世宗，嗯，叫药吼，是我之前甲你讲过。妈妈之前破病是照顾我，照顾我啦。哦，你好。江小姐，你好。世宗，妈之前哦身体真歹哦，好佳哉有辟药，用心来调养啦。迄当阵我都感觉伊是一个真体贴、佮真有耐心的查某囡仔啦。啊，遮尼侪年来，伊除了车勇两个囡仔大汉，拢是家一个人咧过日啦。啊，身躯边嘛无一个查甫人通我依靠啦。哦。啊，我一想到伊孤孤单单一个人吼，我就算唔甘的。头家妈，恁来休养工作啦。阮世宗嘛，甲你同款啦。啊，这过了十年来吼。伊除了奈美这查某囝吼，拢是家己一个人咧过日啦。啊，这个人吼，虽然伊个个性较无细腻啦，啊，不过伊是有情有义哦，绝对袂亲像迄款凶凶甲某囝放生的查某人。听妈伊讲这话，敢讲伊是咩？妈，所以你今仔去请江小姐过来，不是单纯要开讲，你是想要甲伊甲世宗牵做伙？是啊，啊，漂亮死了，水果成果好，啊，咱世宗哦，嘛是有胆识，阁是真可靠的查甫人，我感觉因两个真适配。啊，世宗拄当来台湾的啊，妈妈就已经替伊啊，甲代志规个拢想到这尼啊周全，妈你有影有听世宗呢？妈。你眼光赞，江小姐确实真水啊！啊，我拢无结婚，欠的就是哦，像江小姐这种温柔、搁有耐心的查某人。假使会当把我的心抓牢牢，若是江小姐，我应该感觉无可能。你俩无可能做伙。杨姐，你今麦是安那？刚刚激动啊！我的意思是，爸正经咧国外教的啊，拢是一挂较开放、较野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亲像江小姐这种单纯、较保守的，无啥爸啦。杨姐，这你都唔知啊啦！阮世宗哦，自细汉就喜欢温柔善良的查某囡仔，若是拄到像碧玉这款水果温柔的，伊就会面红啦。有当阵哦，连话拢袂晓讲。对对对，妈，你讲得正对，我就是食软无食硬啦。像江小姐这种哦，小可拄啊笑者，我勒骨较歹性的，蛮柔软来啊，讲话哦，嘛袂遐大声。哎呦，我们驯兽师啊啦，伊嘛袂凊彩对人笑啦。阿玉，其实我是……其实杨姐是对我叫的啦，因为之前吼，我甲江小姐变作好朋友啊，啊，我常常会无说叫阿玉啊，啊，杨姐有时阵就会对我安尼叫。哎呦，阿妈，爸常常伫咧国外咧走来走去。人江小姐伫咧台湾有事业，有厝内底的人，伊无适合对爸安尼走来走去啦。而且爸个性，就像风吹同款，安尼乱乱飞，人江小姐无适合啦。
对不好吧？你家己讲。妈，你讲的哦，拢是我少年时代志啊啦。而且我嫁的查某人哦，拢爸爸款的。刚休假虽然是真水一朵花啦，啊，不过因关系啊，社会黄社规片的，一朵花哦，无够看。这中午你是在讲啥啦？啊，拢几岁啊，这么无正经？哎呦，碧玲，你莫听社长后边讲哦，一定是在拍戏啦。妈。你是不是希望谢宗就伫咧台湾，所以才先着急吧？要甲江小姐介绍谢宗。我是因为真正唔甘骗过一个查某人咧吃苦，才会甲伊甲谢宗牵做伙，而且会当甲谢宗留伫咧台湾。敢讲你无欢喜哦？大家妈，我未感觉艰苦啦。啊，我顶摆甲你讲，我已经无在等进辉啊，迄是因为对我来讲。等也是不爱等伊，我这世人拢敢那爱伊一个查甫人啊！所以死个老头家嘛，我不可能甲志辉以外的人做伙。是咪个恁阿妈，过会替我安排相亲？啊，对象哦，竟然是杨建清某，真正有够憨的啦！啊，我是讲哦，趁这个机会啊，好甲考试一下，快跟那嗲嗲高雅同款，这么着急啊，我爽快啦！当初若是我强强把杨建留在我的身躯边，嘛袂发生这种离谱的代志。这一切拢是我的创造造成的。所以我一定要让杨姐回到原本的家，让一切从重新开始。你嘴是安尼讲啦，啊，不过拄好杨姐气一个迄么屁话，要个代志压出来啊，你就随跳出来按来啊。讲迄个江小姐是你的朋友，甲代志啊拢暗藏落去。其实你根本啊都唔甘杨姐走对吧？啊？我只是惊杨姐若是真正伫迄个状况之下讲出真相。安尼一切一定乱糟糟，所有的人拢会怪杨姐、怪江小姐。要唔过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，我袂当让杨姐去让所有人骂。奶妹，你对杨姐用真正的心，伊若真正离开要安怎？唉，我是反而讲哦，以后你日子过袂落去啊。这我想过啊。杨姐会当回去找伊家己的人生，我嘛会使啊。所以，等杨姐离开了后，我嘛要找回伊，也袂实在羡慕杨姐真正的高明呐，让伊找重新开始。伊自细汉哦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就会做到底的囡仔，都参照当年哦。你无顾好一切，去爱着陈静辉同款。好啦，今日提起。讲个啊，也是好代志啊。爸，你即摆是同意阮离婚啊？我敢袂得无同意。今个杨姐伫高家个气魄，啊，佫对江小姐哩着急，我就知影，真正留伊袂住啊啦。啊，你等看开，该放下。爸替你感觉真欢喜。爸，多谢你。放心放心，你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比杨姐更好的查甫人，伊才是你的正的，也疼惜你一世人啊。爸，我不爱，只要你陪伴在我身躯边，安尼就够啊。敢若我一个无够，我的查某囝，啊，着人人疼才会呢啊。好，乖。